家好，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嘅系广西医科大学。广西医科大学经过80多年传承，现已发展为以医学为主，配合理、工、文、管、法等多学科发展嘅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，加上有本科、硕士、博士、博士后完整嘅医学教育培育体系，是广西医学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。学校是成立于1934年，有20个学院，5个一级学科博士点，内地生是有27762人，外招生有750人。校区分布是南宁校区、武鸣校区、玉林校区、国际医药教育交流与研究中心，占地面积220万平方米，总教学人数是2015人，同埋有227位博士生导师，校训是厚德礼智，博学云医。坊间机构对该校的毕业生总体满意度很高，广西医科大学亦都是广西唯一同时获得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50强高校和全国就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的学校。学校是全国最早定点招收外国留学生、港澳台学生的8所医学院校之一。通过教育部关于来华留学生医学本科教育英语授课的专项检查，先后培育了来自6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留学生，同时亦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科院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。学费方面，药学、麻醉学、医学影像学、儿科学是人民币6400元一年，临床医学、预防医学、口腔医学是人民币7500元一年，住宿费方面是人民币6000元一年，生活水平、伙食和杂项是人民币1500元一个月。对 DSE 考生的入学要求是中、英、数、通识要获得3322或以上的分数。至于还有哪些专业和课程是招收 DSE 考生，请参考升学指南的第260页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，多谢这么多位。